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持斋除罪三十节。下午四点，马来西亚麻坡柔佛训正华文小学礼堂心灵讲座与佛学问答。11月26号星期日，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1000倍。下午2点，马来西亚巴珠巴峡龙工业区祭奠庙道蒙山施食法会。11月28号星期二，宗喀巴大师诞辰、莲花生大师入藏纪念日及应化日，贤劫千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10万倍。上午9点，马来西亚马六甲鹿叶园八关斋戒。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到这边，接下来我们就进行提问。这边有一些问题，我们把它稍微做了一些整理，大概有几大类。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在中阴时，如果只观想上师，不观想其他的任何东西，这样子可以吗？今天人们说，我说今天巴多拉那位告诉今天喇嘛给位先念真果果拉，今天沙当一当今天真果果拉，今天观修送给原天他妈真果果拉，因那样的我说喇嘛几步嘛多，今天先把刚阳嘛真那这个来呗噻。喇嘛这个喇嘛，因为他把这把修真这个的，他答应喇嘛这个，等于一生的长劫长劫，长啊，一生的长劫去人民这个，然后各朝各地人送上长劫长劫，我上到他的哈佛过来，这喇嘛就不真的着了。如果你要仅仅意念上师的话，你要发自内心由衷至诚的深信他。那这样子的深信要现在就开始培养，你现在就要认识到上师就是三世佛的总集本体，他就是佛法僧三宝，他的身体就是僧宝，他的语言就是法宝，他的内心就是佛宝。你现在这样子培养而能够对他产生真正的信心，那到时候你只观想上师就可以了。今天我做当巴里节汪透超一节了，等我先加一头的 logo。接受了百尊灌顶之后，需要特别持诵咒语或者是念诵仪轨吗？然后还有受灌与否跟我的死亡有什么关系？我说，老当巴里节给西抽当巴里节汪透超一节了，等米色给念巴当的呢，等呢秋高着不及，等呢竹塔着不及，等过里边。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首先你应该要知道一切佛陀诸佛菩萨在密界中都是一体的，你要念诵特别的咒语的话，你也可以念诵普贤王如来咒语，或者是百尊的咒语，就是嗡波迪兹达玛哈苏格加那的这个咒语。不过你也可以观想任何本尊的咒语都行，比方说你也可以念诵阿弥陀佛的咒语，这些都没有差别的，因为他们在智慧界中毕竟是同样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把握菩提心，如果你有菩提发心来修这些法的话，那这个法就是本尊的法门。如果你缺乏菩提心的修法来修持的话，那它跟一般的神灵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重点是要发菩提心，然后了解到一切诸佛的智慧都是一体的。多解释吧，这样就可以了。各自的我都不能理解了。多解释吧，各自的我也怕去不答应。多解释吧，说法话也参与了。你也可以只观修金刚萨埵法门。金刚萨埵跟普贤如来是一样的，在金刚萨埵的法门当中，他一尊就已经具足百尊的一切了，所以你也可以只观修这个法门。再来的问题是，受百尊的灌顶与否跟我在死亡时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说시초담배리자기왕토차위지라토마토비기체바당가서치카라데바도라레용되거나체바지열을배세요왕토차기체바요왕토그냥농가래차기거든왕왕마토는잘찾게되고못찾아보더라고저도말해요하고말해요모두제일말아잘찾아다만찾아보래灌顶与否的这个差别主要是，有灌顶的话你有受到介绍，受到指指，所以当这些相现起的时候，中阴的相现起的时候，你会认识出来，因为曾经有人为你介绍过差别主要是这个。再来是汉传佛教当中为何没有听过文武百尊，然后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净土法门怎么样跟他一起来修。我说假面基础南路了西周当巴里家给他尼克朗民都对你第一军在经营的感染呢디니지체디니당동어서자주낭된당불주낭된기대화쟁기주비하기탈람잡지디니송두주배탈람잡지여러배에서아네나보다네늘소리는우리말에늘소리는시에맞이로시에맞이람이게는참이를보라이새들은자세가안오라새들은늘소리오나미는새는참이늘소리오나하고서는오지째지오시오네오마시아니바람들이참이미로가시는게남들이로빠지가시는게남들이로라다지사람소리오다나만개의사람을반개의사람을대신야만보는거예요가시오나봐야고말이라고해라가시오다시키라나봐야고이건나봐야되냐고말이라고해라다시이차지통온산개의사람을인정한게우리와하고말이네되는거지가까서온사라샤나다따가시나봐야고말이라고해라말개의라고해라我弟弟在八度那下，我在这一下上进进了，对吧？进。好的。谢谢。
这个主要汉传佛教跟藏传佛教当中为什么会有一个有文武百尊一个没有文武百尊的区别，主要是显密红传的区别，这个不是传承的区别。至于第二个问题，关于汉传佛，汉传佛教跟藏传佛教之间的净土法门融通的方面，主要就是有信心就可以。你对阿弥陀佛有信心，不管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有信心就可以融通的。要讲大声点，大家要听。那我就直接讲中文，就不用讲藏文了。你跟他们解说，然后大声一点，他听到，这样子可以吗？我说，我等一下就不要翻成藏语了，你等一下就跟人直接跟人解说，然后他也听得到。你说，你我还藏语还要再讲一下，是怎么样比较好？你讲，藏语还是讲一下。再来是法性，法性中阴时，每天会有不同的本尊来接引。那这个每一天是怎么算的？这样你慢慢来。哎，你看对。就这么办，我希望他们军营把它拆了。对，就是。对。这是他们的军营吧？你把它等于。在法性中阴的时候，所谓每天有不同的本尊来接引的这个天，是用禅定日来算的。禅定日的长度不是我们一般的一天两天，而是自己入禅定的功夫多长。比方说，你能够认，如果禅定功夫比较长的人，他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认识这些本尊，然后你有时间做祈祷，你可能甚至可以按照本来修的那些祈祷文去做观想，然后最后观想本尊融入自身，然后自己或者是自己融入本尊，就是禅定功夫好的人，他还有余裕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不好的人的话，那他很快的就会过去。至于那些罪业很强的人的话，就更快了。再来是临终中阴时如何减轻痛苦。你치카바도라동아세탑저지타람미세가레유메저도막사진적으로차대비모보다는낫다고
그것이 마오 말이잖아. 정말 남차라요. 남차라 되는 이유 자체가 자기 입안을 다 라마 드리고야 돼. 고소 드리고야 돼. 내 존재 드리고야 돼. 上午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你要好好的思维。 业力因果，然后你要放下对今生的担着，要意念上师跟善知识这个问题是我们就是缺乏，就是复习所提出的问题。这个话都是大家讲的，啥地方管，搞大，好吧，那些苦都没啥命，感觉那么多，做那么多，什么嘛，那么好，那么久，我怎么不晓得呢？ 三年前把都老者把你经营的地方都改了，为了要准备临终中阴，我们平常就应该要下功夫。你心里面，比方说你修净土法门的话，就专一的一直阿弥陀佛，心里想着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我别无依靠，不断的一念阿弥陀佛，口中也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做准备的话，等到临终那一刻来临时，你只要 刹那间意念阿弥陀佛就可以超脱临终中阴的痛苦了。再来是完全无行为能力的植物人，我们如何帮他？你那把卡西给错阿弥陀的那古旧当马马托巴的米得错啦的那。 편밥 가려주고 그래. Vegetables. 그래 다 어디서 뭐 뭐나 대박이 뭐나 내 안 좋아. 나 이 사주에 봐 너무 오래 접고 이 진심이 진심이 봐 안 좋아. 짜다리 보래. 죄송합니다. 내 보살 보고래. 念诵极乐愿文，还有念诵普贤王如来祈愿文，或者在他耳边念诵。 南无阿弥陀佛，这些圣号跟七星文的力量是绝对能够帮助到植物人的亲友的，一点都不需要怀疑。还有下一个问题是如何来理解捐赠大体的问题，这样子做好吗？米卡谢给，今天我说给年龄的农民种呢，西昌维杰拉的农民给蓬勃的呢。 可是面康了，面康控制的呢，下句当下找不这个，可是呢，面把面讲下给他，他是他那么有的，你等这当下呢，等下也不有的，为啥？路中给切多，等下分布。嗯，天平上都比较多。 뒤송치는 소송을 살려고 마지 때리는데 아무리가 되게 때문에 남바 마이나 뒤로 사적 생겨요 때문에 사적 생각나는데 화장품 같은 걸로 되게 如果心里面是有自主意愿去捐赠，就是将来把自己的身体捐出来，可以帮助别人。心里面真正有这样子的想法，利他的心的话，那真的是具足菩提心。这种想法来捐赠大体。 肯定会有很大的好处。弥陀圣号与弥陀咒之间的差别，上界我巴美给，上界我巴美给，那当的呢，空给千的呢，七八月的辈子。说古巴切的呀，说古巴切的，你要把你亲古巴切的，让他们搞了的，统治过来。 弥陀圣号跟弥陀的咒语都是一样的，就看你自己对于哪一个的偏好比较强，哪一个的喜好或者是信心比较强，你就用哪一个。其实都是一样的。透过这样子的意念，我们在心里面也会朗朗的现起阿弥陀佛的像。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心里也要想着，哦，他就是我的皈依的对象。如何在梦中？不管如何看待梦境？
我说闽南的呢，上瘾的呢，拿错把下给了啦。的呢，闽南的可闽南的下红对讲了的，我说上路的呢，咖喱汤过来。我们应该要晓得梦境仅仅是我们的分别妄念以及习气所现起的，有的时候会好，有的时候会不好，所以当它现起的时候，你不要特意的把它当一回事，不管是噩梦也好，善梦也好，都不要把它当一回事，就是放下它。你要对它采取什么样的念头的话，那你就尽管意念观音意念度母，不要去想这个的，不要去评断，不要去想梦本身的意义，就把它放着。要意念的，真的要意念什么，要想什么的话，你就尽管去想本尊，因为这一切毕竟是不真实的，它只是你的习气的投射。我们明白的，南岭出发的，甘肃的，拉萨的，山南的，那山的地方我都有了，山的长安平地，山的长安有的。上来，上了，上东来。上来，上来，一共。老师。上当，差嘛，再来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样的梦，用清净眼供是一定会有帮助的，善梦也好，噩梦也好，都会有帮助。我做的格对呀，格对呀，那样珍惜哥哥啦，你没那么多的呢，珍惜的呢，的格类的呢，点头给嘞。米浪啦，真心。你家这些长毛羊，这里生人家，他们这些中国啥子，红八红，要么红，是不是？我这，这些的，米浪农的红八红真有的嘞。要么拉粉的多，他不搞我，要么搞的，这个真是米浪家也真有的。就是吃。你看看这些那多花出来，你不能自己过去，自己中国去下过来。就是那泥巴，实际上粘住了它一样，并且不能多去下去用的，它有大好的这些东西了。这个问题是如何在梦中保持正知正念，该如何练习？我们在睡前就可以做一些准备，比方说你提醒自己，我也愿我在梦中能够认出梦境，我愿我在梦中能够提起正知正念。你也可以边念诵欧玛哄的金刚颂来入眠，你也可以仅仅只是念诵哄哄哄来入眠，或者你可以观咒轮。不管怎么样，这个都是提起正念的方法，让我们在梦中可以具足正念，并且认知梦境。还有像早上也提过的，在周边播放咒语的话，也有助于自己在梦中保持正念，这些都是具体可行的一些方法。睡眠时曾经有全身不可无法动弹、无法呼吸的经验，这种状况该如何对治？对妈，对那陈大公了，对那妈娘对，对那主播的早年的古旧大马土包给。等等，乌羊等等，蒙等等，乌土土鸡民族等等，地草啊，种粮等等，地搞来吃过。你有告诉，如果错，但是我有证据，那个对民族，天天在看，你有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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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找我的，你找我嘛？找我的，肯定得当真一口，一口一口的，你说啥都不要的，甚至一口吃完了，你吃不饱了，你哭了，你哭吃完了，吃不饱了，你嘛哭，你嘛哭，你解决了，你要哭不吃完了，我的真有嘛了，是吧？妄听，妄听。
这种状况的发生是来自于自己的紧绷的一种恐惧感，那这个时候也是需要透过正知正念来对治它的。你可以透过意念本尊、观修本尊来处理它。你对于社会不公义的事情感到愤愤不平，该如何面对？是要要求平反，还是吞忍不发？我说记错了，今天没度假，今天马拼，今天迷茫不有了，今天空出来养水泡工作，养没那今天空出，空出来做浪，今天空出来七八结果过来，今天搞了结果，我说南巴三千八了，水空出来水泡工那今天。도로차기로하라소상수부소상을유바유바하고있지약한거다버렸다그래가소상을유바하고는네아그래서몇개좀봤었나약한거다참좋게약한거다버리버리자버리소상보다는말这种事情交给国家法律去制裁他，交给警察去处罚他，你自己应该要修安忍，你自己不修安忍只会害到自己而已。这个不是平庸的，可是我这个还是我年纪轻的，我不是那么烂的，一个样子样子的，只能哭，被骂不打他的，他算不是那个不是那个的，老不了的，搞不成好咱们就苦伢子了。我说中方能从这样的结果了，我说你这个从这样买了，中方你别骗我，中方能动我的口。不过还是要让他们受到法律制裁，比方说你不应该滥用你的菩提心，滥慈悲的情况之下不去举发这些人也是不好的，你可以去警政单位去举发他们，让这些人入狱，入狱以后呢改造一番，这个应该还是必要的。比方说我个人经过了再教育以后呢，从监狱出来我就变得更好。对，写当年的擦肩不呛就讲了，对你卡里他啷么点过？学堂嘛，人流，学堂的中央人都进过，学堂的都往这算了，马上跑出来，学堂就下步嘛的。就是学堂的中上的，你妈这个学堂哦，下马哦，这块说了，这几年养养家去，这里看来看来，这里学堂，恐怕学堂那边的学堂来的，起码我们这上届的，起码的杂七八糟的，看来看来学堂老去了的，跑出来下步了。这个问题是嗔心升起时当下该如何处理？我们要在嗔心还没有升起之前，就去观察、去禅修嗔心的过失。否则的话，如果平常没有熏修，在怒意升起的时候要当下处理是很有困难的。在平常心情平静的时候，就要去观察，如果我升起怒意，我发怒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不好？逐渐的才能够从中获得改善，才能够改变自己的脾气，最终了解到嗔心它的本质也是佛的心的自相，这些都是要逐渐的培养的，不是不培养然后马上就能够解决的。那主要还在那个部位，那些吃不下的人写当然的那些错吧可以我那个男的不当穷马仓那个老人中生气超过了戒毒的这感情这个扩大过了男的一切扩大过了男子的这样的龙马的一切差点的事这让他这个像龙马这大的结果那么大我这一阵让他把他全部这些去龙马这样的大的用的这些过去写给了夸张的
아, 당연히 세단을 나도 손을 놓고 부모님은 이거보다 이런 세단을 들 때, 나도 이런 말 듣지, 너무 많은데, 애들이 차도, 세단을 놓고 닦아 차도, 생쪽과 차도, 조금 더 내가 넣어서, 이 세단을 꾸미는데, 그 세단을 간 이목에 들어가서 이 차도, 因为这个问题很好，所以再多讲一点哦。就是我们跟人在相处的时候，彼此的爱，或者是关怀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会有嗔心呢？或者是为什么总是摆一个臭脸给人家看呢？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心里面的我执非常强，非常强的缘故，所以看起来就是，鬼见愁那个样子。不管是谁看到了都不舒服。你看到了自己在愤怒的那个脸，那张脸呢，对别人来讲看起来也像是一个魔鬼一样，谁也不敢靠近你，大家都觉得要敬而远之。就像是一个美女，就是她长得再怎么漂亮，如果总是苦着一张脸，总是很容易生气的话，朋友也是会纷纷离开她的。所以嗔心是有很多的很多的过患的，我们应该要从这方面去加以思考，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그 계단을 채울 때 있죠, 그걸. 계단을 꼭 매일 안에 잡았는데, 채울 때 있죠, 그걸. 이제 뭐해, 못 잡으려고 하네. 쫙한 개씩 못 잡으려고 하네. 채울 하던 걸 봐요. 而且, 嗔恨对自己非常的不利。不管是自己的寿命也好，身体也好，还是自己的元气精神，都会像是被火给焚烧一样。嗔恨它有很多的负面的力量。因为现在的这个，嗯，心脏，像是心脏的问题，很多都是来自于嗔心导致的。比方说像我们的怒发冲冠，他们是讲说是头发变黄的一样，也是来自于我们嗔心的过失。再来是如何不升起二元对立之心？你怎了？结束马张北，他那么开了月嘞？你怎？你医生问到我，大娃在哈国呢，大娃他出国嘞，大娃他出国，你们都算嘞，平时大家在哪里，他不找我嘞，那你们都看看嘞，什么上街了搞点哈国，你们都说哈国嘞。这让人他出国的，他那出国的，他出来了没？我大把他出国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应当从抉择见解下手。首先对见解就近无二见能够有所认识，再来要抉择它，晓得说哦，原来就近而言是没有二的，是就近本质是一的。你要先有认识之后加以抉择。比方说人跟人之间的界限只是外在形象的色身的差别，心的本质是无差别的，从这个方面去着手，逐渐的才能够抉择二元对立是根本不存在的，你自己要这样子做，否则的话也没其他方法的。心为什么是相续的而不是跳跃的？心是要点点，我说均有了，心的均有了네가르치는준준이어래되네되네참상유에참상매된된된되게랑시마인바디가인이나마이야초로는이게세무유들가와서따고사제에게맡아봐세무유들때도누가또사람아니세무난카자오래해돼난카도유들가니좋은줄자오래오래다세무딱게도유를미이지세무유들유들시바싸로내려야돼因为我都把车子放在前面，有的啊，那些呢，走我这个哦，没关系，我这唱哈歌的，我哈歌必须把这个歌都唱对了，那哈呢就唱了哦，那哈呢就来的，三人的呢哈歌的，东的那哈呢就来的，这车子放前面，有的在放那哈大的也就。
当我们说心是相续的时候，实际上它也不是一个实质的相续。一个实质的相续，就算是佛陀也找不到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相续性，只是讲它的明觉是相续不断的。这样的明觉相续不断，是对于当我们去找心的时候，分析心的时候，最终晓得心毕竟不可得，这是空。你有一个明觉去了知心本身的自性是毕竟不可得，这样的明觉是朗朗相续的。我们说那样子的明觉是相续，但是对于这样子的明觉的相续，你再去探查的时候，它的自性是什么呢？它的自性也是像虚空一样，没有任何的真实性，仍然是空的。这样子的明觉本身称为明分，而那个明觉的自性是空分，所以我们说它是 明空双运。虽然说是相续，但是它不是实在的相续。人人下差不过也是下界没容易，趁难化的，趁难化的，是吧？趁难化的，你难化下过，你趁难化过，是吧？我们的身体是由地水火风所构成的，但是我们的心是犹如虚空一样。如果你能够最终通达心的本性，犹如虚空，那前面所讲的明空双运的那个自性，你就能够通达。我的亲友不是佛教徒，会为了避免他杀生而产生冲突，该怎么办？我说南巴三界吧，今年生了受戒啊，解决我嘛嘞，等在大巴拉给多啊，因那样我说给南面的忙起话，今年南巴马英吧，等在空手了，今年。在那嘛，接下拉帮我们讲了，在那出把小给嘞，在那搞了一起过。啊，工作不光说，那个工作难不得，难办什么？如果不说就告诉工作，工作难办了，工作难办了，工作三年级，工作一届的学生，一个难多嘞，人民难多嘞，一家都三年。我们就是说来这里的慌忙的所以我们家丑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来这里的话的这个跟他们过去的业力也是有关系的，如果处理不来，那我们就为他做回向发愿。跟某传承，自己觉得跟自己的某个传承的破瓦法很相应，但是跟我们这个问题是倒数第二个问题哦，待会还有一个转经轮的问题就结束，就是自己跟某个传承的破瓦法很相应，但是呢对那个上师不太相应，这样子观想的时候，这样子观想的时候，上师要观想谁呢？要观想这个传法的上师还是根本上师？我说，确如的呢，密色给确如这个密色给破啊，讲当了的呢，的呢的抓啊的呢，抓啊千波月，得把千波月，因那样喇嘛了得把写上面啊，的呢前那的呢破啊公对讲了，喇嘛的呢然然说说给咱们喇嘛公那样那面那的呢具备喇嘛可能的公那的搞来结果。这个时候你就观想阿弥陀佛，因为这个阿弥陀佛跟那个上师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你就直接观想阿弥陀佛也就可以。接点送东西，对，等缺了，那不这个，对，开始弄点就就讲过，对呢，开始呢，可乐给平原拖了，对，就送了那，对，工作需要的那个，对，那么去了，对，没事给加了几分，那么这个，对，开始那么少着急，要两波就几个了去，就就送了，等等，小哥，等啊。Yes, Ramaji, the permission to Ramaji, yes, Ramaji,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rayers, the queer prayer.
A prayer of yours. Yes.有在报道在里面，报道在里面。蓝色，蓝色那一本。蓝色的小本还是用力的，用力上。你翻翻那个字。哦，好。今天有哪一页吗？第27页。哦，万象。哦，对，他们也共业，就他们也被我。
Yeah.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每一个流行佛法的地方一定会看到佛陀的塔，舍利塔。为什么？佛的塔代表佛的心，菩提心，也代表成佛之道。能够看到佛塔，能够拜佛塔，能够绕佛塔，供养佛塔，都有无量的功德，消除无量业障。一只鸟飞过佛塔，乃至影子，他就脱离三恶道，乃至将来也可以走入成佛之道。所以希望各位多发心造不分大小的佛塔，多礼拜佛塔。阿弥陀佛。中华印经协会邀请大众一起造塔、绕塔、供养佛塔，走向成佛之道，滋养生生世世的慧命。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庆祝药师佛圣诞，生命电视嘉义生命讲堂举办起见药师法会，恭请暂时法师领众。日期是11月11号星期六至11月17号星期五。11月11号上午9点起见药师法会，恭诵药师经、佛前大供暨礼拜药师宝忏。
11月12号至11月16号晚上7点，恭诵药师经，即诵持药师咒。11月17号，药师佛圣诞，即药师法会圆满总回向，上午9点，恭诵药师经，即诵持药师咒。晚上7点，礼拜药师宝忏。地点：嘉义生命讲堂。地址：嘉义市民权路422号。联络电话：05-225-5888，05-216-6700。生命电视新店大明讲堂举办八关斋戒暨佛前大供，恭请湛乐法师主法。日期11月18日星期六上午8点半。下午1点半，礼拜慈悲三昧水忏及护生。地点：新店大明讲堂，新北市新店区中正路54巷28号3楼。电话：02-2917-8855，02-2917-8855。上午7点半到8点半，于松山新店线捷运7张站1号出口备有接驳车。法会备有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今天我将宣讲有关佛法的内容，说法最主要的是帮助别人，以佛法来助人，所以宣说佛法，而且为了改善自己的心，好好的实践佛法。因此海涛法师为帮助众生，请我来讲述佛法，我就以诚敬的心来宣讲我所宣说的佛法，以易实修、易懂的方式来说比较好，注意较大，因此我以简单的方式来说明如何实践佛法。想要让众生享受快乐，以大悲心来帮助他们，这才是正确的。所说的悲心或悲悯心，就是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心。修持大悲心之后，修菩提心。菩提心是你受痛苦的心，一切众生由我来救度，这样的心就是菩提心。因此一定要鼓起勇气，由我一个人来帮助众生，而且救度他们，应不断地思维这种的心，使它越来越增广，至变成之为菩提心。悲喜舍解法。